我这个电磁暴龙战车是白色的。描述完毕，该你了。我的电磁暴龙战车边边上有个十字街啊。该你描述了。那我这个电磁暴龙战车有轮梯。你们两个搞什么？你们两个要干什么？停停过节。我的就是。因为你刚刚说你这种有云梯呀、有云梯的绝对是消防车，对不对？就被你们发现了，我的电磁暴龙战车就是消防车，所以啊，就是云梯出卖你啊！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说有云梯了。我一定要你再来再来。Round two， 哎，这次我的暴龙战车有云梯。啊，你有云梯？我的也有云梯啊！哎，干什么呢？不能说一样的，不能说一样的。那我这个暴龙战车有六个轮子。他说完了，该你描述了。好，我的电磁暴龙战车是红色的。怎么感觉他们两个的跟我的消防车一样呢？小小的暴龙战车是红色，那岂不是他的是卧底？咱们三个都描述了一轮了，那就选卧底吧。我就是。不相识了，那我谁呀、啊？肯定是巧巧啊！我的云梯，你的也有云梯，我们俩肯定是一样的呀。哎，说有道理啊！啥？你不是这样就指我呀？肯定啊，我就肯定是卧底。对，你就是卧底。你们这么肯定，不会真是我的消防车是卧底吧？啊，你是消防车，我的也是消防车。原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卧底呀、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是黄金电磁消防车。我就说了阿峰是卧底，你硬是要指我。你们哪三位？他有云梯，我也有云梯，全场他是黄金的呀。那就对不起了。还要不要再来呀？再来。Round three。我都说了两次了，这次我先来描述。我的电磁龙装战甲可以在天上飞。那我的龙装战甲可以当武器。可以当武器，重点。当然厉害了。一瞄一个准呐、行了，别说了，一人只能描述一句。好，那就给阿峰描述了。那我这个龙装战甲可以经常去医院。你们是什么车呀？怎么还能往医院走呀？哎呀，这你都不知道吗？没考过医院的还能是什么车？现在只认卧底。卧底就是你。哎呀，你指我吗？指他呀，他是卧底啊，他说他的车可以跑医院啊。相信我。小伙伴们，你觉得电磁战斗机和电磁救护车谁是卧底呢？